要过年啊，真侪民众都会领大量的现金，金融机构嘛真容易成为歹徒作案的目标。为了提升金融机构安全维护，河滨建分局今仔日举办防抢演练，希望提醒金融业者应该要提高警觉，嘛强化环境对抢劫案件应变能力。河滨建分局今仔日举办防抢演练，并且用自备的方式办理金融机构防抢甲拿杂维保演练。等到什么事情？要讲话，要逼我。怎么那么少？这样怎么过年？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。还有没有？本分局为强化、加强重要节日期间金融机构及易聚集财务处所的安全维护，在本辖和美镇农会办理金融机构防抢及拦截围捕的演练。演练的内容是两名歹徒因为积欠了大笔的债务在变装后行抢银行，那意图影响警方的侦办行为。那在行抢过程中，本分局员警一接获通报，立即赶赴现场拦截围捕，顺利缉获两名嫌犯，那这两名嫌犯因见到我们大批的警力到场，立即弃械来投降，而遭本分局员警的逮捕。那本次演练的目的呢，在于提醒金融机构提高警觉，以及强化本分局员警的在面对抢案发生时的应变能力，同时宣示本分局对于金融机构安全维护的决心。在此也提醒民众在春节连续假期期间应该特别注意防抢以及防窃，本分局也会落实安全维护，同时宣示本分局对于维护金融机构安全的决心。在这边也提醒各位民众在春节期间务必特别注意防窃、防抢以及防诈，务必让宵小没有犯案的机会，本分局也会在这段期间全力维护治安。协助演练的何碧龙会表示，这个警方的演练完了多久，雄雄的枪声，和平将个员工拢惊一跳，非常的震撼。因为咱迄个过年要到啊，吼，咱爱春节这个期间吼，爱甲咱民众的金钱保护好，所以阮今仔嘛配合警方有做一个防抢演练。平常时来恁领钱，阮冇宣导诈骗的，吼、哦！啊，甲跩老岁仔高龄者，阮拢有咧甲宣导，啊是讲领超过3万的，阮嘛拢尽量甲宣导，卖互伊诈，互诈骗去，吼、哦！啊，甲咱人民的金钱甲伊顾好，安尼。这个防抢甲拿在微博演练，主要目的是提醒金融业者，平时应该提高警觉，强化环境对抢案的应变能力。同时宣示警方维护金融机构防抢的决心，无让歹徒达成因的目标。警方嘛呼吁民众春节期间必须特别小心防抢、防偷窃，确实提领大笔现金的人会当向就近的警察机关申请核查的服务。新竹华新闻李炳宏、何美采访报道。